Lisa 近日在法国出席慈善活动，17日被拍到与法国第一夫人一起观战，两人不止合影互动，还共撑一把伞，看起来十分亲密。 Lisa 穿着黑色棉服搭配羽绒短裙，时尚满分，招牌齐刘海妹妹头，看起来乖巧可爱，在第一夫人身边露出甜美的笑容，之后还一起跪坐在小朋友们的前方合影，完全没有明星架子，亲民的形象也获得好评。此前法国第一夫人就曾现身 BLACKPINK 演唱会现场引发关注，在 Lisa 没有再与 YG 续约个人约之后，恢复自由身的 Lisa 不仅传出要加盟美剧《英诗录》戴瑞迪克森，还透露想学法语。 Lisa 还晒出凯旋门跨年烟火秀美照，似乎演艺事业将在法国开启新篇章，令人期待。